请掀开经本，我们从48面第五行读起啊。复有无量遍尽天王，所谓清净明称天王，最甚见天王，极尽得天王。须弥因天王，净念言天王，可爱要最胜光照天王。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再看第五尊，世间自在主天王。世间在佛法里面设有三种，有有情世界，有气世界。这两种世间就是我们现在学术界里面所谓的动物、植物、矿物，我们把这个世间呢分为这三大类。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分两类，有情世间就是动物，有感情的；无情的世间就没有感情。植物跟矿物，植物里面也有感情，也有没有感情，所以严格的分是很难分辨的，只能够从显著的方面来区别。在佛法除了这两种世间之外，还有一种叫知正觉世间，智慧正觉，通常我们称为叫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那么虽然称知正觉世间，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称作九界有情，九法界有情，把知正觉世间也包括在其中，那么这是种种说法不一样。在这些世间能够得自在主，这相当不容易，不但说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可以说六道里面的天人也做不到，这个自在主啊，相当不容易啊。换一句话说，自己能做得了主宰，佛告诉我们，有没有世间自在主这种人呢？答案是肯定，确实是有。不过，那不是普通人。我们知道，佛在世间呢得大自在，大菩萨，佛法里面常称之为化身大师。所以化身大师
一定是明心见性的，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也是正一分法身，这个人的自在。禅宗里面所谓见性成佛，那么这个佛虽不是圆满佛，也获得自在。天王在此地给我们实现，这是色界第三禅。第三禅是净天，前面说过了，心清净，身清净，环境清净，这个可以得自在，这是六道里面的自在。实际上讲呢，并不是圆满究竟的自在，比较起来，六道里面比较其他道里面呢，它是比较自在的。那么由此可知，自在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来的。心越清净，就越自在。何以故？佛告诉我，心是一切法的主宰啊，心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才说心净则佛土净。诸佛国土清净庄严，也是从清净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嘛。所以我们要想得自在，一定要修清净心。不从清净心上下手，你决定得不到自在。这个道理很深，我们要细细的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那么这是从理上说，事上说也离不开清净心。佛告诉我们，以清净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你能得受用自在。这个受用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你日常生活所需不会缺乏。要怎么修的？清净心断我修善，以清净心修布施。金刚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心布施，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能得受用自在。这个里头我们要留意啊，如果我们用的心不清净，修布施、修财布施，能不能得财富的？能得。虽得财富啊，不自在呀。我这个现象，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不难明了。现在这个社会上拥有财富的人不少啊，拥有大财富啊，你问他自在不自在，他不自在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财富，那么高的地位还不自在呢？因地上心不清净，所以谷地上啊也得财富，也得地位，甚至也得聪明智慧，他在生活当中就是不自在，有许许多多的魔障啊折磨他了，那么这个是可见的清净心的关系非常重要。第八尊光阴自在天王，那么这个我们从名字上观察，光阴是智慧，这两个字可以分开来配根本智、后德智，也可以合起来讲，都能够讲得通，但是着重呢在自在两个字，这说智慧自在啊，勤而言之，他的因行是以清净心修法布施，智慧自在了。智慧自在的相，就像如来果地上啊无碍辩才，这个是智慧自在的相。具足四无碍辩才，所以这个名号里头着重在自在，与这个三禅表法的意思相应，三禅是净品，第九尊要思维法变化天王，要是爱好喜爱思维法变化，这个里面含义就很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对于修学功夫容易得力，为什么呢？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能帮助我们增长愿心，佛告诉我们，世出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那么由此可知，心想是能生，万法是所生的，法相唯识家他们说能生是真的，所生是假的，所以他们主张唯识，识
就是思维啊，就是想象啊。他认为这个世间诸法是假的，虚幻不实，能生的实是真的。所以主张为实啊，明白这个道理，他就常常思维善法，他不会思维恶法。这个是真正断恶修善的最好的方法，从心地上把境界转变过来，所有一切的恶念都转变成善念，恶念消除了。诸位要知道，所有一切的恶因都从恶念生的，先有恶念，然后身口才造作。你要没有恶念，身口不会造恶，身口的造作是意在那里指挥，在那里做主啊。意清净了，余业身业都清净。古大德论修行常说，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意，根本就是念头。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绝不许自己有一个恶念生起来，这才叫真正的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三十七道品里面，四正勤，做到究竟圆满，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此地，善恶的标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标准有事法的标准，有处事法的标准。可是如果你还有事法跟处事法，你的标准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圆满的相是什么呢？圆满的相是事法跟处事法圆融，无二无别了，那才是究竟圆满。一般这个圆满的境界，古后啊，成佛之后，道家慈航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应以什么身说法，就示现什么身，这是圆融，这个是究竟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到成佛之前，虽然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所以才说
学无止境啊！这个话说得好啊，决定不可以得少为足啊，那对我们这个修行正果就产生很大的障碍啊，要努力精进。我们净宗所用的方法绝妙啊！叫我们思维什么？要思维思维阿弥陀佛佛的相好光明，教导我们思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个方法好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把它想成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这个就是善思维啊。常作如是观，我们境界逐渐逐渐就转过来了。临终佛来接引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前的大地都变成极乐世界，所以这个观想是佛法里面修学重要的方法。观是观念，想是思维。净宗说到修行方法，《观无量寿经》讲的最详细了，十六观岂不是叫你善思维吗？转变自己的境界，念阿弥陀佛，这持名号也在十六观里面。十六观最后第十六观呢，叫这持名号。所以诸位要想一想，他用观这个字，他没有用想，没有用念。我们要念佛法门，为什么他不说十六念？他要说十六观，念跟观到底有什么不相同？我们也得要搞清楚啊！那就是念里面没力情实啊。观里面呢，立情实，立心意识，这是观啊。换一句话说，观是理智的，念是感情的，
所以他用十六观而不说十六念，道理在此地。幕后这一尊天王第十尊变化床天王，天王的德号跟前面一尊的非常接近，前面是讲能变要思维法变化，这一尊讲的是所变境界现前的变化，境界现前的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变化的。床的意思非常明显，你眼睛看得很清楚，耳朵听得很清楚，鼻嗅得清楚，舌也尝得清楚，样样清楚，这床的意思。我们现前的境界，诸位一定要晓得，变化所作谁变化的呢？自己变化的，决定没有说是别人变化境界来给你受，没这个道理。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们就占便宜了，不需要修行了。诸佛菩萨变化境界来跟我们享受吧。我们何必要修行？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注意要记住，自己的念头与别人不相干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从这个地方也明了了，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无非是把这个真相呢，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贡献，直到此地。开示佛只能做到这个，误入一定是自己的事情，佛不能帮助我们误入。悟是什么呢？明白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清楚了，清楚之后怎么如呢？你就善思维了。八正道里面讲的正思维正念啊，你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一切都得其正了，那么你这个变化受用就自在了。我们今天不了解事实真相，所变现的我们眼前受用的境界，可是我们很幸运啊，有幸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之后，
我们能信能解，也能够如理思维，依照佛的教诲修正我们思想见解行为，我们眼前受用的变化也在逐渐转变。如果自己心思细一点，能够观察出来，自己晓得境界确实是变。随着自己的念头啊，在变啊，心善行善，境界逐渐就善。那么诸位都晓得，也都承认，我们周边呢，肉眼看不到的，一般世间人讲无形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多了。诸佛菩萨我们肉眼看不到，天地鬼神我们也看不到，妖魔鬼怪我们还是看不到，我们把看不到的这些众生都称之为无形的。这些众生里面有善也有恶，数量啊，不知道有多少啊，无量无边啊。有形无形的众生跟我们都有缘分，无量劫来我们跟他们都有关系啊。这里面的关系师尊给我们讲，关系再复杂，不外乎这四大类。一个是有恩，过去生中相处很好，彼此有恩惠；另外一个是有怨，借这些怨恨。遇到了这个报复的念头啊，自然就会升起。另外两种呢，一个是讨债，一个是还债。佛讲啊，我们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外乎这四种缘呢。如果没有这四种缘，见面也不相识，叫陌生人。不予理会，只要跟你有往来，一定是有这四种缘分。这个缘分呢，浅深不相同。影响不一样。这个意思就讲得深了。显是这个缘分呢，现在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隐是什么呢？我们虽有缘分，但是现在缘分呢没成熟，还没显现出来，好像还藏在地下，没显现出来，没有显现出来，不是没有缘啊，有缘啊。语言非常复杂了。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怎么样处理这些事物，
佛教我们化解，结缘世界，缘要化解。再跟诸位说，恩呢也要化解。为什么呢？恩爱啊，一不谨慎呢，会变成冤家了。它会变的呀。不要认为那是好事情啊，不见得是好事情啊。啊，哪个冤家最初不都是恩爱啊，后来变成冤家的呀？变幻无常。啊，所以说所有的情节都要用智慧把它化开。啊，智慧出于真诚心。真诚无私啊。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诸位要知道所有的恶业都是希望占有，都是希望控制。这个不是智慧，真实智慧里面与一切人往来，决定没有控制别人，没有占有。那你这个就不给人结怨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冤亲债主，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我们知道怎样处理。自己一定要住在甚深高度智慧之中。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住真实慧，就是这个意思。用真实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对有形的众生如是，对无形的众生也如是，将自己修集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回向法门上，回向众生啊，回向法界，与一切众生共享，这叫大家都欢喜，这就好了。所以变化常是从四上讲，我们明理就懂得了如何处事处事。幕后这一句，心修因，因妙庄严天王。因是因身，特别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嘴利，所以佛是以因身做佛事，心修也表光明，表众多。表无量无边，那么在智慧里面，这是表全智。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处世待人接物闲事处，智慧广大。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心修两个字
所表的。所以它代表厚德智，代表全巧方便的智慧。那么下面用一个因，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叫随机说法，这恒顺众生随机说法了，应变的能力达到究竟圆满，这叫心修因，妙庄严。这个因身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啊，能令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这个就是庄严啊，所以是妙庄严。幕后这一句总结啊，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悉以安住广大法门，于诸世间勤作利益。这一句是贪得，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也正是我们正是学习之处，谢以这两个字是泛指所有的遍经天王，十方诸佛刹土，遍尽天王无量无边的啊，在佛法里头说啊，遍尽天是三禅的，三禅是中天世界的天顶。佛告诉我，一个佛国度，一尊佛的教化区，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天顶呢，只有一个四禅天，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呐。三禅天呢，三禅天就有一千个了。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遍尽天就有一千个啊！一尊佛的教区里面，遍尽天王啊，就有一千个。世界无量无边，这个遍尽天王也就无量无边。他们都已经安住广大法门，此地这个广大法门呢，是指华藏世界啊，指的是大方光佛华严的啊，那是真的是广大法门，他们的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所实现。那么这讲的天王，住在这个大法里面，它起的什么作用呢？于诸世间勤作利益，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文字虽然不多，说的很有意思。他讲身心遍尽，蔚为广大，不算是广大。那什么才算广大呢？我二。我是自己，无是一切众生，十法界里头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不是二啊。然后发心普益世间呢，这才叫广大。这个说法也好，也说的非常之好，跟《大方广佛华严》的意思相应，所以这个决定不是凡夫，凡夫不可能，他的业用于诸世间，勤作利益。特别要紧的是勤这个词，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念念都是做利益众生的工作，都是在做利益众生的好事啊。无论他做的是什么，就像本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友所实现的，瞬间利益众生，逆境还是利益众生。无论顺利，无论善恶，都是利益众生啊。在恶鬼道，在地狱道，诸佛如来示现在其中，做大鬼王，做阎罗王，也是在利益众生啊。在那里以他那种善巧方便来感化众生啊，所以诸佛菩萨实现，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方法没有一定的，实实在在是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思议的，经上常讲不可思议啊。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决定是对众生有利益。利益的大小要看众生根性，众生的业障。根性利，业障薄，那就有大利啊！这个利益是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超越六道十界的大利益了。如果是根性劣的，业障很重的，诸佛如来也能够帮助他离现前的苦难，让他暂时得到安稳，必定做利益之事，勤是
永远没有休息，永远没有停止过。对有情世间，对气世间，乃至对知正觉世间。这一段就讲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第49面，第4行，广果亭。佛有无量广果天王，所谓爱要法光明床天王，清净庄严海天王，最胜慧光明天王，自在智慧床天王，要极尽天王，普智严天王，要玄慧天王，善众慧光明天王，无垢极净光天王，广大清净光天王，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借以极净之法而为宫殿，安住其中。经文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是四禅，第4禅的广果亭。四禅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佛给我们说这个地区也是凡圣同居土，广果亭是属于凡夫，凡夫也是有3天，凡夫天之外还有个外道天，叫无想天，修无想定修成功的人生到这个地方，这些人往往把这个境界当作如来的大涅槃，以为自己修行不错了，证得涅槃境界了，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无想天。那么这也是凡夫，除这4天之外，另外有5天是圣人，佛给我们说的3股的圣者居住在这个地方修行，这些人不再到欲界来了，所以叫不还，不还者不会再到欲界里头来受生，他在这个地方修成功了，超越3界，超越六道轮回了，这小乘的3果。那么也有5类，我们称为5不还天，佛经上也称他们做净居天人，所以净居天呢就是4禅5不还天的，这些人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表法，广果天王，
清凉啊，这个注解里面呢，说的亡国天呢，就是四禅，啊，就是第四禅。第四禅一共有九层天，这是第三。于一生善果当中呢，这个是最广。这四禅是福田，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所以他有福啊。这个大三灾，水火风三灾，四禅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真正的福地啊。除了同生的菩萨。破一贫无名尽业分化身的那些菩萨，那些菩萨的福报大。为什么呢？他那个福报称心，那福报就大了。没有见性的人，这个第四禅广果天的福报最大了。这叫没有明心见性的福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佛在许多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大小乘经论都有说，地上菩萨多半呢，都应化在欲界色界天，以天王的身份度化一切众生。那正是三十二应里面所谓的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所以世尊示现在我们世间的时候，示现成佛了，我们这个世间人没人知道啊。世尊的出现，他只有一桩事情，讲经说法。如果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他立刻就走了啊，在示现成道之后啊，立刻就入般涅槃了，没人晓得。近居天人看到了啊，世尊这个示现成佛了，赶紧下去请法啊，请世尊说法了。不但要请世尊说法，还要化现应化在这个世间做世尊的学生，做他的门徒，常常跟随在身边，常常来提问题请教，世尊才能够久住世间呐。所以我们要晓得，常随众当中，这1255人，不是凡夫啊，都是圣人。其中，那个地位最低的，都是阿罗汉、辟支佛。位置高的古佛再来呀，许多人都是古佛再来的啊，所以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些都是做给我们世间人看的，
我们世间人烦恼深重啊，遇到一个有能力的人呢，不但你不知道去拥护他，而去协助他，你还要嫉妒他，还要障碍他，这世间人呐、啊！所以佛与大菩萨做个榜样给我们看了。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了，就许许多多诸佛如来事先做他的学生，没有嫉妒他，没有障碍他，也没有破坏他。念念行行都是成就他了。那也许我们在经上看到师尊讲了提婆达多六群比丘专门捣蛋障碍的吗？给诸佛说，那也是诸佛菩萨实现的。所以实现的有善缘有逆缘的，逆缘还是成就他。没有这些人顽皮捣蛋，我们怎么晓得释迦牟尼佛真实的德行呢？忍辱波罗蜜要从这个地方实现的，所以顺利都是成就佛法，顺利都是协助释迦牟尼佛广度众生。我们不能够轻视啊！这他们才能帮助我们轻浮诸事，帮助我们勤转法轮啊！这个众生才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这一段也略举受尊来表法，第一人所谓爱要法光明床天王，名号的意思很明显啊，爱要法。什么法呢？下面有光明床，当然是佛法。唯有佛法才是真实智慧啊！光明床表真实智慧，所以诸佛如来经常被这些天王礼请到天宫里面说法。我们在很多经论上读到啊，诸位明白这桩事情吧，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徒，你对他们的观感看法一定不一样啊！我们对他们会非常尊重啊，对他们一定是礼敬
关怀、爱护、供养啊。为什么呢？他们将来闻佛菩萨说法的机会很多。现在在这个世间，虽然他不相信佛法，不接触佛法，如果真正依他宗教教法修行，他会升天的。他升天之后啊，他见到佛菩萨会礼拜啊。为什么呢？他的天王见到佛菩萨礼拜嘛，他不还乖乖的跟在后面礼拜吗？这一定道理嘛。他不懂得佛法，天王懂得，天主懂得。你看看这个忉利天主就经常离情诸佛菩萨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多少宗教他们终极的目的升天多半都是升忉利天。能够升到广果天，这高了这个才叫真正的高级的宗教那古印度有古印度的婆罗门瑜伽素论差不多都是升到色界天他们修禅定所以欲界色界天呢是经常佛菩萨到那里讲经说法弘法的场所比我们人间还深啊天人佛宝塔物质精神生活都非常美好虽然常常听佛讲经说法也很欢喜赞叹真正修行的人不懂为什么呢富贵学道难我们这个道场也有很多富贵这个信众生活过得非常富裕到道场来参加共修来听经闻法也都能生欢喜心常常来那么他的成就呢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很多这些富贵人修行不能成就呢世间的荣华富贵呀那个念头没有舍掉他觉得这个世界不错嘛很好嘛很快乐嘛很自在嘛不想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说的那么好没去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实环境啊他在里面已经享受习惯了他觉得这是真的甚至希望来生还能得这个富贵还能保持或者比来生比今生还要富贵他想这些去了贪念世间的富贵不能舍弃这个世间的乐欲所以了生死出三界的念头不强这个是虽然多闻虽然也熏修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天上这些人很多那么这些情形都是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的佛说这些话是勉励我们
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不要贪图天人的享受。佛教给我们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说老实话，人有能升天的这个条件，就决定能生净土。升天是修善啊，欲界天修十善业道，色界天修四种禅定，还要修四无量心。我们以这个基础，以这些条件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得生。如果贪图天上无欲的享受，这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去了。所以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的人，天上的富贵都不贪图，何况世间。所以对于世，这个世间种种享受要看淡，要看薄。这也是佛在经上为什么教我们这以苦为师。在日常生活受用当中要懂得节制。最好生活能够清苦一点。我们有富贵帮助别人，不求过分的享受，对自己道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到临终的时候容易放下。在这个世界，只要有一桩事情为你所牵挂，有一个物品为你所爱好，你真的对他生了欢喜心，生了执着，将来往生都变成了障碍。样样都要放下了。学佛的出家人，我们有见到啊。学教的人喜欢经典呐，收藏的善本，古本非常珍惜，放不下了，将来死了以后。投身投到哪里了？投到那个书里面去做蛀虫啊！不是他爱他吗？他放不下吗？你说麻烦不麻烦？决定不可以啊！如果手上真正有这些珍贵的本子了，怎么办呢？翻印，翻印流通嘛，大家都可以阅读啊。原本送给国家博物院，送给大图书馆，让他们去保存。这个是最聪明的做法了。我们用什么本子呢？用翻印的本子。这个本子好，我们在写字也好啊，做记号也好，无所谓嘛。真正的原本我们不敢动啊，不可以把这个本子染污啊，要晓得这多少年代代相传，传到我们手中，我们把它糟蹋掉，那我们是有罪了。所以在从前用这个古装本
只有读诵，自己需要作为资料的话，那只有另外再抄，再用手抄本。现在不必抄了，现在可以印刷，可以影印。所以我们尽量用这个影印本。还有一些人，这都是我见过的，喜欢佛像，收藏佛像那我去一看，他收藏的这琳琅满目这尊佛像是哪一个年代的，哪一个朝代的一尊一尊给我介绍，我看了一看，那个佛像是他的命啊，这别人碰都碰不得的。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呢？那个佛像里面是空的，老鼠在里头去窝啊。都去投身到这些道去了老鼠、蟑螂、蚂蚁都在里头虚无，你说可怜不可怜这愚痴啊。所以只要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我欢喜了，赶快送人以免后患，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的话，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自己都不晓得变成自己的障碍这个样样要放得下要舍得干干净净最好现前心地清净，一丝不挂了，你在用功的时候没有一点障碍什么事都不要操心都不要挂碍你才行一桩事情牵挂，往往把这一生呢耽误掉了，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呢破坏了，你是多可惜。这是给诸位说出，佛法都不可以贪爱，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佛法兴旺，一定要靠讲经说法的法师。我们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呢？讲的人太少了。隋唐时候佛法为什么那么兴旺呢？讲经的人多到处都有法师讲经说法了，所以佛法兴旺唯有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大家才知道怎么修行才不至于误会，才不至于走入歧途所以讲经说法的法师非常可贵那我们在此地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也能体会到一些消息了。经教要真正能入进去真正能体会，真正能讲得好，也是放下了，也是舍弃换一句话说，你心不清净，你就入不进去经文展开你看不懂看注解也看不懂，听讲也听不懂一定要修清净心，一定要完全放下。
那么讲经的法师不能离开参考书籍，参考书籍我暂时的引用啊，绝不贪着啊，决定不执着，在这个里面不起贪心。讲经法师会堕落，多半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头。因为一个法师出来讲经，名闻利养就在眼前，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迷住了，一迷就完了，就堕落了。所以名闻利养不可以沾了，边都不能沾了。尽可能的要淡化。所以在任何地方讲经，那个姿势是越低越好。我们总要守住原则。要跟大众啊打成一片，这样就好。平易近人，句句话都非常恳切，念念利益广大的群众，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着想，那就错了。一想到自己呀，烦恼就现前，障碍就起来了。对于戒行决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讲到爱要佛法，有些地方不能不注意，决定要有智慧，不能在这个里头生感情，这是特别要记住的。第二尊清净庄严海天王，意思确实跟前面是连接下来的，我们在爱要发光明之中啊，一定要保持清净庄严。清净是讲的心，庄严用现在话讲是如理如法。也就是守规矩，不越规矩，那就是庄严。规矩有变化的，有不变的。不变的是讲原理原则，我们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的。可是应用在实际的处事待人接物，那是有变化的，我们要懂得在什么时间时有变化，我们的做法也有变化，对的人人又不一样，根性也不相同，习气不一样，嗜好不一样，我们如何来戒引这些大众，不能用一个方法，一个方法不能度一切众生的，度一切众生的方法就千变万化。
所谓是无量法门啊，无量的方法门径啊，这佛家常讲的万法归一啊，这个禅宗里头还有一句俏皮话了，这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他问你一归何处，你就答复他一归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没事了吗？是吧？一有归处，归极乐世界嘛，归阿弥陀佛嘛，啊，这就对了。啊，实在讲呢，华严就展现这个境界。啊，你看华严讲的是，真是无量法门呐。啊，历世间品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就讲了2000多种方法。啊，真可以说是大经啊！啊，2000多种方法，到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王倒归极乐，你看这不就是归到极乐世界吗？啊，所以这个万法归一，一归阿弥陀佛了。我们从华严经上带来的启示啊，不是随便乱说的，啊，有根据的。这个清净庄严。庄严就是善巧方便，海是形容啊深广的意思。第三尊最深慧光明天王啊，这慧是智慧，最深的智慧，不是说实质啊，实质就是根本质。不是讲实质，是讲全智。全智就是讲的善巧方便。巧方便就是慧呀。最甚是无量的巧方便。都能与至善相应。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全智了。如果你种种啊，这个巧妙方便与真善不相应，那就不是真实智慧了。我们看现在的世间人，你不能说他不巧啊，他的思想很巧啊，他的言辞也很巧妙啊，手艺也巧啊，他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诱惑人呐！啊，现在不仅仅是科技，我们衣食住行，哪一样东西不是日新月异？啊，多少巧匠！在那里制造啊，在那个地方发展了，可是这些里面有几桩啊与善相应，有几多与不善相应啊？什么是不善呢？凡是能触法引起你贪嗔痴慢，引起你邪知邪见，那都是不善的。在佛法讲造业啊，这个种巧，这是魔的巧啊，啊，妖魔鬼怪的巧啊，佛菩萨之巧啊，
决定是能启发你正知正见。警觉你利妄归真啊，断邪向正，那这就是善，就叫善巧啊。善巧方便呢，才是最胜慧光明。那么善不善？是从什么地方分辨的？是从心地最初那一念当中啊，源头不相同啊。像这个水源一样啊，不相同。佛菩萨一念利益众生之心的，是从信德至善里面流出来的，魔外是从情识里头流出来的，所以它的根源不相同，一个是与性德相应，一个是跟情识相应。我们知道情识是迷，性德是觉，根源虽然不同，但是这个根源非常微细，你要细心去观察，你才能够知道这一切法里面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你有能力辨别善，你才会断恶修善，远离一切恶法，亲近一切善法，亲近善人，修学善法，这是最胜慧。光明是利益众生的意思，光明是向外面照了，照是立身的，唯有自己认真努力修学，然后才能随时随处普放光明啊，遍照世间。这个普放光明就是以你的慈悲心，我们说白一点，你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关怀社会，你就光照社会。这个光怀，关怀是光啊，关怀一切大众，你就是照耀一切大众啊。你爱护社会，爱护众生，爱护是光啊，关怀是光啊，你能够全心全力啊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大众，帮助是光，
这都是光明，都是遍照的意思。而不是说真是你真是身上放什么青光，放什么红光，那就是妖魔鬼怪了。那个不是正法。诸位要晓得，正法的光啊，表现在大慈大悲呀，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这是真正的佛光。自信的光明，遍照世间的，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爱护啊！那么说到这个对无情众生，我在此地要多说一句话我们四众同修。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惜福啊！释迦牟尼佛是最懂得惜福的人，绝不浪费也。这个浪费呀，是折福啊！你有多大的福报？从前印光法师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你这个饭碗里头还留的有一滴一粒饭米没有吃，他都会骂你，你有多大的福报浪费这一粒饭米所以衣食住行都要节俭要懂得爱惜有多余的我们一定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常住屋常住屋里面很多人呢浪费呀我也常常讲可是大家已经养成一个浪费的习惯了等不用的时候不知道关不用是随手就给他关注你就是惜福水龙头关了关不紧还滴水都是粗心大意电话拿到电话的时候聊天净说些是无聊的话浪费常住用电话了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这是礼节长话短说绝不说废话你用的就正常了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为什么要讲十句所以我常常勉励同修尽量少用电话多用传真你看传真一通电话它计算是三分钟三分钟可以传很多张纸而且人家收到的时候他可以反复的看不会忘记话说多了忘掉了电话一放下刚才讲什么不知道你说这多浪费那办事情有的时候没有凭据我打电话我没听到可以赖账的呀可是你传真就不能赖了传真有东西在呀尽量利用传真少利用电话你就替常住节省了不少你替常住节省一分钱就是你供养一分钱布施一分钱的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懂得爱惜常住替自己惜福惜福就是修福今天时间到了，讲的时间。